Tim， 真的、哦，听说你还会准备另外一份礼物哦。有。应该是个礼物。因为跟 Mazka 聊天很开心，对，然后就会他是一个很 easy 的人，然后你就很容易交朋友，然后你会知道他所有的苦恼。哦。直接那个烦恼都写在脸上。他的烦恼其实就是他最快乐的这个玩具呢，这个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那就是 PlayStation 啊。电动玩具。对，我跟他讲说，我自己因为没有时间玩，所以很多新的那个 PlayStation 的样本呢、我就经常去转送朋友、真的、他听了以后就很震惊，心痒、对，我那时候记得我们坐的那台车就忽然摇了一下就晃一下我就决定以后就转给 Mazka。 真的，而且我听说 Mazka 是有来打听说，哎，索尼音乐跟这个 Sony Entertainment 对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是不是 Mazka？ 对，你有怕你有打听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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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什么问题？Tim 就说有啊，他是另外一个部门，就是说，就是当想转头就说，好合作。所以前面呢谈了两个月没结论，一听说呢，哎，马上送上这个 PS4 最新游戏机、最新游戏片，马上说 OK 签了，是的，对不对？基本上就这样子。真的，所以奇妙的缘分啊！而且呢 ，Mazka 喜欢打电动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 Wiki 他维基百科上面有写 ，Mazka 喜欢在家打电动。是非常喜欢，这么出名哎、欸！对，因为像 PlayStation， 我从第一代到第四代，最新的一代全部都有。然后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PlayStation， 对，就是我非常推崇大家，因为它可以到你这个虚拟世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你不敢想、不敢做的，它都在里面实现。我觉得给我非常多的创意跟想法，因为做一个游戏的制作。它的工程非常不简单，做的动画，还有包括音乐以及设定情节，这样子啊，有点 over， I'm sorry， 真的 ，OK， 就这样子。我觉得游戏是很，所以 Tim 真的是讲起游戏，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个双眼发光哎。他有一个名言，他讲说一切有趣的事，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来自于有趣的这些兴趣开始的。对。哇，所以呢很厉害哦，有趣的男人碰到了有趣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撞击出更多更厉害的音乐火花。我觉得你真的讲游戏比讲专辑要真的耶，好 enjoy 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来啦 ，Tim 哥有送礼物啦，来马上呢双手奉上最新的 Sony PS4 的游戏主机摇杆，还有这么多玩不完的游戏片。它每一个不一样，很不一样，都经典。像1886它是最新，它是去年出的。去年出的，下一把的这个。啊，秀一下，秀一下。啊。Older。OK OK 的 Older， 对对对。哇塞。这个 Blood Throne 它是血缘诅咒，它是去年出款，但它现在改版了，它是非常好的。它现在还有中文版哦，中英合版。哦，还有中文版。对，而且它还有新的 detail 可以下载，大家可以去。真的耶，哎，果然是如数家珍的，所以 Tim 送礼送到性感里就对了啦。真的是他喜欢是最开心的。以后签约金不用给了，直接送上游戏片就好了，好不好？一卡车游戏片。所以呢，两位这么可爱的游戏，这么可爱的礼物，先拍个照，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哇，这个 Mazka 的露出呢哈，久违的笑容啊，超开心的啦。所以呢，以后可以直接让这个 PS4 呢找 Mazka 代言了啦，自己人嘛哈，价格好商量，价格好商量，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听说呢 ，Mazka 的名言是所有伟大的事情都是从有趣开始。然后 Mazka 说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里面可以得到很多虚拟的快乐，真的很多不敢做的事情，在游戏里面可以得到无比的满足啊！赞赞赞！哇！好 reggae 的手势啊，像在鉴赏一个女人一样哎！你刚刚讲哇，那眼神，对，发出赞叹之情啊！而且我也听说那个 Mazka 的游戏机好像是被没收了啦，所以他就马上让 Tim 说 ，Tim 你可以马上送我另外一台吗？OK， 超开心的。好，来两位一样哦，最快速的左边看一下下，慢慢看到中间，再到右手边。回去哈，这个通告牌再满，只要有游戏机在 ，Mazka 就开心了啦。好的，非常的感谢，谢谢 Tim， 很聪明的，很聪明的送礼选择。好 ，OK， 谢谢 Tim， 请再留步一下下。对，再留步一下下，因为呢，这个今天呢，我们呢有准备这个金色山脉，是一个很厉害的哈，酒很好喝的地方。哎 ，Mazka 你单拍一下好不好？哎，他还在鉴赏哎，他真的什么？哦，真的吗？直接啤酒塔好不好？好，来来来，